大家好，我是老易，欢迎大家收看象征节目。老易呢，最近遇到很多朋友啊，在问老易一些问题啊。今天呢，老易觉得有一个问题呢，也有必要啊，老易在节目里面慎重的来回答大家一次。那么，很多人在问老易有一个事儿，就老易，我长得很丑啊，虽然我很温柔啊，那个我自己家的啊，我很丑，工作也不如意，事业上不如意。感情上也受挫折，那是不是长得丑的人命都不好，长得漂亮的人是不是命都很好，工作上、事业上、感情上双丰收？这个问题呢，其实我觉得呢是个伪命题啊。你问的时候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不是问题。那老易首先不回答你的问题，我现在跟你讲，老易看过美的人啊，你所谓丑不好，那美总好的吧？那老易很明确告诉你，美的人其实也不好，啊，我举两个例子告诉你啊。老易一个朋友，今天现在年龄已经跟我差不多大了，年轻时候很漂亮，那么工作很顺，到哪个地方哪个公司都用她啊，觉得不错啊，小姑娘挺漂亮的，做事也还好啊，用。然后呢，这个朋友呢对自己也放松要求，也没什么，哎，觉得到哪儿都能混。啊，随着工龄增加，工资也增加，哎，做个文员，做个行政也挺好。随着年龄越来越大，压力开始有了。到了30多的时候，啊，小孩也生好了，在公司里面一下子觉得是一个啊可有可无的人。没他，公司照样运作；有他，他还得受同事排挤。人的容貌会变得，今天漂亮不代表你以后一直漂亮。所以最近我那朋友也很苦恼啊，也来问我啊，老易，我工作发展应该怎么办？我都想，你都35以上了啊，你该定型早定型了，现在你在想改变自己很难。前几年你正好黄金的年龄段，你放弃了，就是反正顺风顺水的过也过了，到现在你再想改变很难。所以你看，美的人在事业上也有烦恼。那么老易再讲个例子给你们听，美的人在感情上也有困扰。老易有个朋友啊，很漂亮，真的算是大美女啊。现在外面有句口头禅，哎，美女你好，这个美女是个称谓。但老易那个朋友呢，啊，可以说五官、身材、体貌特征上是很漂亮，但是呢，婚姻不好。年轻的时候一时冲动跟了一个男的结婚，结婚没几年离婚，离婚之后呢又谈了个朋友，年龄比他大很多，然后呢又离婚啊。为什么呢？比他年龄大的应该老男人吧，经常在出去出差嘛，然后就认识很多啊异性，然后就反正就是这些男女的破事吧，他也不能隐忍啊，结果又离婚。然后到现在啊，没结婚，谈了个男朋友比他小啊，所以他觉得他人长得也挺漂亮，但为什么老是感情上这么坎坷呢？其实呢，美的人并不一定在感情上能走得很顺，往往走不顺的居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所谓的丑与美是指皮肉上的丑与美，真正的美是在什么？在品德上，在心灵上的那种美。如果皮肉上的美，那只是一时昙花一现的姻缘，缘过了，果摔得不好的果，不良性质的果就会体现出来。所以我觉得你问我，哎，老易，我长得丑，为什么我事业不好，感情不好，就是因为长得丑吗？这个问题是错误的。你为什么事业上不好，是因为你不用功不努力。长得丑的人，老易很多朋友，那不管男的不帅啊，也算比较不好看，女的老易朋友也很多，人家也不漂亮，但是在企业里面做一把手或者做总监，人家也不漂亮，人家为什么能做好呢？因为人家刻苦努力，对不对？人家在事业上勇于付出，你在玩的时候，你在乐的时候，你在悲哀叹天的时候，老天对我不公，人家在什么？人家在默默无闻的工作。你想到一，人家做到十，人家怎么不比你在事业上有前途？所以你长得丑，你说在事业上没前途，这个问题是伪命题，不是在于你丑，是在于你不努力，你不用功，你不学习啊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我觉得你应该能接受。第二个问题，长得丑的人
感情上就不顺利吗？啊，对，你从逻辑上可以想，哎，我长得丑，所以没有异性喜欢我。但是如果假设这个逻辑是真的话，你长得美的话，异性就喜欢你，那他是喜欢你呢，还是喜欢你的美？你的美又能保鲜多久？是不是？他如果是真正是因为你的品德，因为你的能力，因为你们两个人性情相合，然后在一起的话，这些的因素才是真正实质的。如果他是因为你的漂亮，就像老一那个朋友一样的，为什么他再三遇到渣男人？因为他漂亮，他吸引的人都是冲着什么感官、眼睛的感觉去喜欢他的。但是人有一个心理，朝三暮四啊，天天给你吃鱼翅，吃你三个月，鱼翅也没青菜好吃，原理是一样的。天天给你看看三个月，漂亮的也是不漂亮的，刚开始是最漂亮的。所以你如果仅仅是靠美观、美丽、皮肉的美丽啊来吸引对方的话，我觉得更悲哀。你还不如你这样啊，人家虽然看不上你漂亮，但是没有不良的果在，仅仅是图你漂亮的话，这个因果啊一定是不好。那么这是老易正面的回答你的问题。很多小朋友认为自己与成功之间只差一个漂亮的脸蛋，为此常常抱怨还自卑，不仅不努力提高自身实力，还摆出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今天面面特意为这些小伙伴扒几个励志故事。一号励志人物，尼克·五一契奇。尼克·五一契奇生于澳大利亚，他天生没有四肢，却勇于面对残疾，虽然也遭受了很多歧视，但他没有放弃自己呀。他不仅学会了用嘴叼着笔写字，用脚来敲击键盘，甚至用脖子夹着球杆打高尔夫。对于平常人而言，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，在他那里却要付出异常的艰辛。他曾在美国、英国、澳洲等25个国家演讲，传播正能量，最后还收获了美好的爱情。二号励志人物，刘伟。刘伟是咱们中国的小伙伴，10岁时因触电意外失去双臂，但这没有击垮他的人生。12岁，他开始学习游泳，之后还加入了北京市残疾人游泳队。14岁时，就在全国残疾人游泳锦标赛上获得了2金1银的成绩。生活中用脚打字、用脚写字都不在话下。最厉害的是，他仅仅一年的时间，学会了相当于首弹钢琴专业七级水平的钢琴曲《梦中的婚礼》。三号励志人物，杰西卡·考克斯。美国32岁女子杰西卡·考克斯出生时就没有双臂，尽管小时候曾使用一只，但她最终决定使用双脚学会生活。现在考克斯不仅能用双脚自理，还成为武术大师，甚至还学会用脚驾车、开飞机等。2008年，考克斯成为首位无臂飞行员，并被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看完这些励志故事，小伙伴们还在纠结美丽不美丽的问题吗？生命只有一次，我们应该把时间花费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加油吧，骚年！那么其次，我们再深入的去了解一下美是什么。什么叫美？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定义啊，你跟我之间啊，大家跟老一之间对于美丑的定义是不是一致？什么叫美？你所谓的美是皮肉之美，老一所谓的美是品德、心灵、才情各方面综合的美。老一说到这边，我想起一句话啊，在中国这些观人术里面的这些前辈啊，以前老一也一直也讲过啊，说美女做娼妓，美中有大丑，丑女嫁贵夫，丑中有大美。为什么讲这句话？原因是这样的，这个美是皮肉美，但是我们很容易一个误区，就是把皮肉美跟薄联系在一起。你们所认为的美，我老一来看，大多是属于这种薄，轻薄的薄。我举几个例子给你听。有些女孩子现在最流行的什么？大眼睛，眼睛大的无边，本来眼尖的距离跟你鼻子颧骨的大小都是正正好好的，你颧骨不大，鼻子不大，你眼睛也要不大，那是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。
但是你觉得现在流行大眼睛，把眼睛全部拉开来，眼睛一开拉开来，你觉得很漂亮，但是犯了很多弊病，眼大流光桃花眼，眼大露神又是露光，这种人在感情事业上也不顺遂，这是中国人古代人像说法。那你觉得美是真的美吗？现在人觉得身材好，身材好什么？要丰胸啊，胸部搞得很大，还要里面打东西。据说前两天什么有个人什么东西打到前面移到后面，这个胸部长到后面去了，你觉得是美吗？这不是应了老子说的美之为美，斯恶已吗？好，我们再回过来说，你把胸部整得那么大，你有没有看你整体合不合？尤其是你的身材这么纤细，你整了个大胸脯，真不是好事。古时候啊，官人学讲妇人胸部不宜太过于翘，也不能太过于大，这都是什么风尘的这种像，正儿八经的不会那个样子的。所以你说丰胸是美吗？老易也不觉得美。那么好，那么丰腰，这个丰是蜜蜂的丰，老易以前在象征里面也讲过，丰腰腰弄得那么细，你觉得是美吗？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讲，一个人的五脏宽和，其气宽和，就是说五脏它之间的距离要比较松，不能太紧，不能挤在一起，要松弛有度。那么松弛有度一定决定你的体型不会那么紧，你毕竟不是做芭比娃娃，这个胸腰勒得那么细干嘛？一勒细变成丰腰，五脏挤迫，其气不和啊，《黄帝内经》里面讲的，这个人运势上也好，身体上也好，都会受影响。那么从传统文化里面讲，丰腰的女性一生坎坷波折，为什么？腰太细啊，不稳重，容易漂浮。中国人的文化无非是两个，一个归纳学，一个演绎学。从演绎的角度来说，腰太细的话，这个人的一生的运势多坎坷波折。按照最古老的那种话，就是薄命啊，福薄，福气很薄，丰腰也不是什么好象。现在人追求什么？大长腿啊，腿完年，你觉得是美吗？我也不觉得不是美。为什么？古时候讲女孩子的腿什么，要身材跟腿差不多，那么腿长反而不好。为什么？它是取向于鸟类。如果一个你看鸟的腿就是很长啊，但是不稳定啊，天天要飞来飞去，一个人的腿长也是不稳定啊。你看模特界里面模特腿长不长？你觉得这么多模特到了25岁之后，有哪几个工作上、事业上、人生上是稳定的？没有。18、17岁出道是黄金年龄段，23岁之后模特开始全部走下坡路。所以你说现在延伸出很多什么海天盛宴这些事情，我觉得它成立也一定有它成的原因。为什么？这个行业到这个年龄衰退了，因为模特的起点是我只要有身材，我只要有腿的高度，人人可以从事这一个行业。你觉得是美吗？我也不觉得是美。那么有些人还觉得我会发嗲，我是美不美？你觉得美不美？我也觉得不美。为什么？现在主播这个行业这么流行，你看主播这么多女孩子对这个镜头去发嗲，我觉得我是很难接受这个东西，这么轻薄，那么轻浮，你觉得是美吗？你会觉得老易我觉得很好看啊，我每天都看啊。但是对于这些主播来说，你知道他们会遇到什么事吗？前几天我朋友告诉我，希望我去替这些主播去聊一聊，也希望我上一个节目。为什么？他们这节目都是主播，这些主播长得很漂亮，但是永远遇渣男，搞不清楚我为什么有才能，又会发嗲，又能猛，但是没有好归宿，没有好情缘，遇到全部是渣男。你要想想你吸引的是哪些人，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会在天天屏幕上看你发嗲，让你看你挤胸露胸吗？不会。所以你觉得你感情能顺利吗？所以这么多美，是不是应验了那句话，美女做娼妓，美中有大丑？虽然这句话是过分了一点，但是我觉得这句话能，这句口诀能流传到现在，一定有它价值在。所以美与丑，我觉得大家应该很理性的去对待。老易也有很多朋友，我觉得真不漂亮啊，三大五粗的，但是什么，这些女强人也好，女生也好，行为首先很端庄，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对别人发嗲，也不会没事靠别人一下，扭捏别人一下，在工作上，在生活上都是独立自强啊，也不会为了这些经济上的东西去趋炎附势别人，也不会奉承拍马。
自己有多少能力就去赚多少钱，而且操持家里有度，生活也料理得很好。我觉得不漂亮，但是人家嫁了个好老公，真的。所以你回过头来看一看，很多有地位的人，他的配偶，你说美，我觉得不一定美，但是有一点是百分之百肯定的，是什么？是端庄，是稳重。你看娱乐圈里面这么多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事情，有哪几个是跟端庄跟贤惠去挂钩的？没有，都是跟美跟潮流跟个性跟叛逆去挂钩的。所以对于美跟丑，我觉得和爱情跟事业根本没有任何相关。而且我们所认为的美，一万个人有一万个人对于美的审定标准，老易也有老易看人的标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人美跟丑皮肉，我觉得就看看而已，我不注重。但是一个人的素质品德行为，我觉得是更重要。那么对于你来说，很多人觉得屏幕上的美啊很漂亮，其实真人看看又不美，而且这个美有保鲜期又太短，那不是说明你自己朝三暮四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至于美，我觉得还是沿用于老子那句话，美之为美，斯恶已。这个社会上已经因为所谓的美而产生了很多恶的事情。美只是自己的私心，只是自己的分别心，因为你有私心才会有美丑之分，而老天不分美丑都会付出给大家。那个阳光太阳照射给每个人，他分美丑吗？对吗？大地生成这么多食物给你吃，它分美丑吗？我们也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美啊，我就多对他好一点，多喜欢他，这个人丑我就不理他，这个是自己的分别心啊。所以讲回来，真正有美吗？大家扪心自问一下，好好去反省这一个问题。那么今天关于美跟丑这个话题，老易就讲到这儿。欢迎大家订阅象征频道，关注老易微信公众号中医说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。孙俪的下巴虽然这边还是比较中等，但是她的下巴你看跟嘴巴的嘴角非常的圆润饱满。老易讲过，下巴圆润饱满，人际关系不会差哪儿去，所以朋友很多啊，人际关系也很圆满。尖下巴跟腮部比较瘦，其实在人际关系里面其实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女生如果这样的话，婚姻生活事业生活都不如意，一生操心劳碌啊，你自己的心态都不能容别人，那么别人怎么跟你来交往呢？另外还有一个事儿通知大家，我呢在9月10号会回到老家成都，举办我们宏观2016年经济趋势与选择这个线下活动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，谢谢各位收看。优酷，世界都在看。